绝配。哇，这一球144塞在莱伦的内角，嗯，陈冠伟一上来就飙老 K 啊。当你在注意他的直插球的时候，他这个高压出手的直球来，你就反应来不及了哦。而且真的太准了，这球进来，蓝爸爸也知道，这没话说。嗯。但如果给你两倍的话，你可能还是会走。哇，再来一颗。陈冠伟上来连续两 K， 先给了蓝一伦，再给了高胜恩。他现在从热身赛每一次每一局的一个初赛都是两 K 啊，标配耶，起跳。哇，这总教练会不会有点担心？这个状态好像有点太早 loading 上去。嗯。高了，144的速球在中间方向，来看一下天哥往右边移动，完成接杀。九局上半，陈冠伟上来是顺利的关上胜利的大门。中场，魏全龙队在自家主场2-1，一分之差击败了台钢雄鹰。